佛讲三业了，都是讲身口意。无量寿经上不是的，无量寿经上讲的是口身意，把口业摆在第一，在第八品里头，善护口业。这个意思不一样啊！啊，不积他过，这就是你说的。无论在什么场合，在什么境界当中，啊，决定不能够。现在说。批评别人，佛菩萨教人，他赞叹人都有善恶两面，说是找一个人全是恶，没有一个善，大概走遍天下找不到。啊，往前古人里头也找不到，往后后人里头恐怕也找不到，都是善恶混杂了。啊，社会好，善多恶少；社会动乱，恶多善少。如果我们只赞叹善，不批评恶，就能改变众生的业力。啊，每个人都意识到了，啊，批评别人，回谤别人，这是不善的。还有更麻烦的，如果这个众生不能忍让，不能忍辱，他要找机会来报复你，这个事就麻烦了，那就造成什么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你愿意干这个事情吗？啊，因果道理，所以我们重视啊，这也是海鲜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。